好，那可以开始。小时候的我，小时候的我，我还是一个爱睡的宝宝。一个月前，只要我吸到妈妈的奶，我就边进来边睡觉。我7个月开始学爬，1岁多慢慢学走路。我也开始玩积木，我最喜欢就是等着一个小太阳你的彤彤，还有哥哥姐姐们跳舞。我喜欢爸爸陪我玩捉迷捉迷藏，抓迷藏。当我开始学会拿笔的时候，妈妈就会陪我涂鸦。我也喜欢积木叠成城堡。我有一辆一妈辆，妈送一辆妈妈送我的红色爱心车，城堡车，爱心城堡车妈妈会陪。陪我一起下车。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，我终于4岁啦。第一次上幼儿园，心情很期待。很期待，也很开心。认认识。识了很多新朋友和老师。我的班班上有男生和女生，也有女生。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学习。我非非常。我非常我非常喜欢我的幼儿园小发明家，preschool。哇，这个故事谁弄给你的？妈咪打字的是吗？不是，是爸爸还有妈咪帮我的。然哇！后这些颜色，有些妈咪猜，有些我猜。妈咪做了这本书，是妈咪。这个书是妈咪放出来的，妈咪放在电脑了之后，然后最后妈咪拍照送给你了。
这个故事是妈咪自己做出来的是吗？妈咪画我做出来。妈咪画的啊？哇，好棒哦，你妈咪。哦，小时候的我。我喜欢的小龙酱果。老师，这个是我原本的书，这是我自己画的。好、啊，那我再问你，是这些图画妈咪画的吗？是。啊。对，你去帮妈咪了、啊，妈咪是吗？这些有些是妈咪画在我的书里的、啊，这些才是我自己画的。好棒哦！要叫你妈咪教我怎么画在电脑画图画。嗯。嗯。OK。妈咪现在要在弄住我弟弟睡觉。OK。好，谢谢哈娜。啊，这个很适合拿来教啊，这个课，这个这本书很适合。老师，我也要讲故事。